好啦，呢個遊戲好簡單啫，叫做直角足球
點解頭先我話19:03咧？一陣間我開始數3:21之後咧，我會騷擾你哋，或者全場可以騷擾佢兩個嘅。邊一個可以喺19:03呢一下，或者最接近嘅拍著眼燈就為之勝出啦。哦，好啊。好唔好？嗱，我覺得我應該揸住個麥先，因為你冇時間，你冇手可以揸住個麥，揸住佢先得。我數三聲，大家可以隨時騷擾你哋噶。一路心裏面諗，我哋唔會數出聲，心裏面數19:03，準備好未？1、2、3，好啦，嗰十分鐘有幾長咧？你真係唔知嘅喎。193靚唔靚仔啊？係啊。你最中意193啲乜嘢啊？大家平時都係咁中意乜嘢嚟噶？係啊。193係啊，係啊，嗱，好，呢個仲有，193還未到喎，佢仲未覺得。好，好啦，仲先有幫我計時嘅，各自嘅成績係邊個？定係而家公，定係之後先公布，定而家公布？你係邊個？啊，之後公布啊！啊，好，之後先公布，之後先公布。好，即刻等先，我哋玩3啦，第二啦，到你啦。啊，即刻公布啊！即刻公布，好，即刻公布，好，即刻公布，好，即刻望一望先。你嗲你講啦，係先啊。OK， 阿 Fans 即係你啊，係咪？你係18:36嘅，都好近喎，18:36。193近你啲啲，佢係20秒，得0.7，得你啲喎。邊個贏？佢贏咯，嗬？咩喎？喂，搞錯啊！193，193你都數唔到。好 ，Angel， 你一陣頒獎俾你啊！好啦，你識簡單先。好啦，又嚟啦。好，啊，我數好差嘅，你仲要寫翻俾我邊個入邊輸？好啦，我數三聲之後又開始喎，19:03，1、2，識咗先。好，1、2、3開始。好啦，大家可以隨時咧講嘢啦，咁啊騷擾下佢哋啦。19:03可以做啲乜嘢咧？嗱，我可以入去買電話啦，我可以上樓上買 CD 啦，我可以上網睇193片啦，我可以唱歌啦。咁喺193又可以打扮啦。大家可以邊個騷擾佢哋啊？好，好，好啦，邊個先邊個後啦？即係咁樣埋招點解？點解佢埋招啊？好，哦，咁即係邊個贏啊？哦 ，OK，fans 係20:05，193係19:06，爭0.3秒，所以193今次係贏咗嘅。但係咁樣喎，佢有經驗喎，佢玩咗2次咯喎，係咪先？好，試埋第3次，好啦，睇埋你啦。其實都好難嘅，19:03。好，加油啦！我數三聲，開始最後 round。1、2、3，好啦，大家望住193有冇出先啊？頭先，喂，啲觀眾聽下先啦，收住話題先啦。19:03咧，由我行呢度過去咧，就大概可能行咗去正間小路口啦。翻嚟咧就有另外嘅19:03，仲差唔多20秒都唔夠喎。第一啲嘅就關於，哎，好啦，喺我騷擾之下咧，你好似好有信心。睇下先，19:03咧，其實咧以歌嘅 intro 嚟講都算長喎。哦，好 ，fans 係20秒，多咗0.7秒。193，你今次係攞咗21:03，多咗2秒啊！咁即係話咧，又係 fans 贏啦。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，就第一位同埋第三位咧，都係比193更加準確得到19:03嘅。咁唔緊要啦，三位一齊到台上，一齊都得到禮物啦。即係第一19:03咧，係要難得好準先得嘅。好，咁麻煩咧就係阿家俊幫我頒獎啦，好嘛？咁頭先我講過啦，呢一個黑黑燈咧，呢個夜燈咧，其實12月開始咧 ，ATM 平台有機會咧可以消費啦，可以用十 point 嘅分數咧，可以俾佢換零嘅，咁可以買個 reception， 可以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啦，或者網站就可以留意噶。歡迎走到幾中間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可以舉高呢個鐘頭啦。好，俾掌聲台上俾三位朋友先，大家其實大得好準噶啦，19:03。Thank you。有呢個燈我送俾你，你翻去慢慢行住聽。咩？點樣19:03？俾翻個麥啊，即係收先。好，我覺得嗱，即係我覺得咧，193咧，你太大汗啦，緊張得滯，你緊啲入啲汗先。嗱，
你上台先。我而家想請三位 fans 上台先，等我解釋下點玩法先。好，請你三位上嚟先。正唔正？係啦，嗱，你三個分別係一號佳麗、二號佳麗同埋三號佳麗。嗱，呢個玩法咧就好簡單啫。呢遊戲叫做聖誕 Party Pose。咁咧呢個 pose 咧就係現場觀眾幫我做評判啦。因為佢哋各自會同一九三咧抽出一張卡，一張動作卡，然之後同一九三咧去完成卡上面嘅動作。一 pair 係最合拍又最好睇嘅話咧，就代表贏。咁而大家嘅歡呼咧同埋掌聲咧，就係評分嘅標準嚟噶啦。你明唔明白先？好啦，明白嘅話咧，將三張卡交俾我先，幫我攞埋啲答過去先。唔該曬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一九三咧，整啊將佢完美嘅俊俏面孔印咗完之後咧，就翻嚟做呢一個遊戲啦。Hello。呢三位咧就係、是、你啲 fans 咧，同時間會參與遊戲。因為遊戲咧，一九三你都要參與。係。而家咧就各自，你先啦，好唔好啊？你玩先，你企出嚟先啦。而家一號佳麗咁樣，好，你抽一張卡先。係就係我，你俾我睇，你俾我睇，你俾我睇。做咩動作咧？一九三，我俾你睇下先。咁樣嘅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要同一九三一齊做呢個動作。當然呢個一九三啦，呢、這個咪你啦。你嗰邊，面向嗰邊，睇先。叉腰，好嗱，大家未必睇到啊，但系总之佢哋做得好睇啦。我数三声就 straight pose， 你问佢哋。OK， 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你个视线同一九三唔同喎，一九三望高啲嘅喎，停空，系啦。唔系，我叫一九三停空喎。但系你唔需要停空喎 ，OK？ 你话一九三停空。好，嗱，你 OK 嘛 ？OK， 記住啦，咁就嚇。好，第二位啦，到你啦，你抽一張啦。第二個好啦，做咩咧？睇下先。哇，呢個哇，呢個打住部牆喎，本身我而家要係冇牆，你要坐低，跟住插袋。但插袋好似冇袋。係啦，好啦，你望住鏡頭。有啲就差唔多啊！我哋可唔可以嚟啲 sweet 啲感覺啊？就差 sweet 啊 ，sweet 啊！我係我一個賺馬好多人，我哋今日咪打工咩啊 ？sweet 啊！好甜蜜嘅。我唔得，對，我太冇打波，冇做運動。好，第三位啦，第三位啦，剩翻張卡啫，你係做呢個動作。我呢個運動嘢，呢個仲難啦。嗱，你係雙手嘅，你係單手嘅 ，OK 好。我係單腳。OK， 兩個單腳噶啦，方向跟方向跟方向。OK， 一、二、三，我一成成個瑜伽咁嘅，你嗰咁有，佢係一成瑜伽咁嘅，你望住鏡頭先，好嘢喎，你做得唔舒服喎，都好嘢。好啦，嗱，我先問一九三先，三個動作做曬啦，你自己感受如何啊？有啲攰，邊個最難啊？係最尾嗰個咯，因為要平衡咯。OK， 我啲高人咧好難平衡到啊。而家俾啲串我啊。唔係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覺得要等我哋現場咁多 fans 做評判啦。第一位請出嚟先，第一位。好啦，如果你覺得佢同一九三做得最好嘅，俾啲歡呼聲聽下先。OK。好啦，第二位啊，一九三做駕馬過啦。如果你覺得佢同一九三麻麻啲嘅，俾啲歡呼聲。好啦，第三位瑜伽導師，好啦，如果你覺得瑜伽條咧覺得合拍啲嘅，又俾啲歡呼你聽下先。我唔識分兩頭三，你覺得邊個最多歡呼聲？都係維持翻之前嗰個咁樣。打和。由你講出特別開心㗎。好啦，一頭咧，既然打和嘅話咧，就俾兩頭三幫我哋頒獎俾三位參與嘅朋友啦。其實最緊要大家開開心心，呢遊戲咧都可以喺聖誕 party 度玩㗎。好啦，既然好似一九三，你即刻合照先。好啊，一個當住中間啦，好唔好啊？就呢個位。好啦，影張相先。好，多謝曬三位 fans， 多謝曬你哋先，多謝曬。